主料，番茄香两只，辅料，盐二克，胡椒粉三克，奶油十克，橄榄油五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大虾去须洗净，用刀从虾背剖开，取出虾线，加盐胡椒粉腌制15分钟，在虾上刷上一层橄榄油，在虾背上放上奶油，放在烤架上入微波炉雪烧烤干烤8分钟即可。烤好的大虾烹饪技巧：1、大虾要提前腌制入味；2、用烤箱烤味道更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